哇，这个小姐姐好好看呀，搭个讪。嗨，老婆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对。哎，对不起。你为老婆是这么好叫的吗？哎，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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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次来深圳，我也不晓得我在哪儿。反正我转了一圈，我看这儿有个 Oh my God。却淋湿双眼，与你有关的泪点，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。I'm a pop star, not a doctor.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'm locked up, nonstop.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, yeah. Cops pulling up. 我这个人好话只说一遍。我未来的老公，我希望你现在立即马上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未来的老婆因为单身被孤立、被歧视。我已经完全忍受不了了，你是来的路有多长？是火车没有站点，还是高速没有通路？你是成年人了，应该有点时间观念了吧？你不知道光阴似箭吗？看到我被孤立，你不心疼吗？实在不行，你站那别动，我来找你。老天保佑，正在看我视频的这个人长命百岁，家庭和睦，幸福如意，财源滚滚。一开始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你到国外就不能这样了。那国外怎么办啊？国外就 ，excuse me。Excuse me, excuse me. 带我走吧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去哪儿都行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颠倒众生，一吻便教一个人，给你拯救的体温，总会再惊给某人。你要跟我打架，不出五秒，你就得跪在地上，掐着我的人中，求我不要死。我会原谅你，你仔细听。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体会。哟，睡着了，让你天天干嘛狗？哥，啊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不是，我没睡着啊。嗯，刚刚是不是打我啊？打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刚刚声音挺响的，那个，你手疼不疼啊？哎呦我的妈！